腿肠买两根小的，火腿肠扒裤子，火腿肠切段，改花刀，五层油温下锅炸。一定要小火慢炸。今天教大家做的是油炸小火腿肠的教程。如果你手机还有电的话，求求你了，就给我一个双击吧，感谢你们。准备孜然、芝麻、辣椒面，万能的烧烤料，油温八成热，浇油，炸这个熊掌捞出，最后用你那左手刷料。我先尝尝，剩下给我儿子。今天吃方方面，水开下面，鱼丸青菜搞里头，煮熟头凉备孕。准备一个洗脚盆，切好的芝麻酱搞里头，蒜末搞里头，生抽搞里头，就放一滴的蚝油，200的咸盐，200的鸡精搞里头，就放一滴的麻油，隔壁借来的辣椒油搞里头，用我的左手搅拌均匀，倒入调好的汁儿。今天教大家做的是最简单的麻辣拌教程，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给个双击带走呗，感谢你们。料酒一定要大桶的，加点香醋，最重要的粮食精，越吃越年轻。盖上锅盖，老铁，500双击，熟了，老铁，满满登登一小锅，搂它。今天吃鸡蛋，煮熟鸡蛋敲碎，葱姜八角干辣椒碎了碎皮，茶叶搞里头，生抽老抽一起抽，586咸盐搞里头，扣盖煮18分钟，焖的4个半拉点。今天教大家做的是茶叶蛋的教程，小顺呢今天就不要双击了，大家学会就行，感谢你们。提示一道，我先尝尝。今天吃鸡爪子，鸡爪子搅这儿就搅了，来点料酒去腥，焯好清水洗净，起油烧锅，葱姜八角干辣椒搞里头，一袋黄豆酱油，一点老抽，一滴的蚝油，下鸡爪子，再来半瓶啤酒，78度洗脚温水，58的咸盐，128的鸡精，扣盖炖15分钟。今天教大家做的是家庭版酱鸡爪子，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求求你就给我一个双击吧，感谢你们。提示一道，今天吃鸡蛋，准备一个空盘，葱花火腿丁搞里头，海鲜酱油搞里头，十三姨咸盐搞里头，98号油搞里头，公鸡蛋搞里头，扣盖蒸15分钟。今天教大家做的是懒人窝蛋的教程，感谢你们送来的小爱心。提示一道，懒人窝蛋你学会了吗？
Thank you.